起的波澜，屈原上气相飞到彼岸，我们一起唱故事万千。你是喜欢谷雨呢还是喜欢孟辰啊？这个问题很难啊。齐泽宇说的对，纯净白莲花，娇俏红牡丹，很难选啊。不管你是谁，都是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说你很早就知道谷雨和孟辰是同一个人了？也没有很早吧。所以你就是故意看着我自己跟自己吃醋玩了？吃醋了？孟辰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不管你是孟辰还是谷雨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我听不明白。孟辰，我喜欢你。哥，要不我自己来吧。不用，有哥在，什么时候让你动过手？哥，这是泽宇做的曲奇饼干，可好吃，你快尝尝。这个比红豆糕更好吃吗？那倒比不上，你尝尝吧。Goodness! My house, my bed! 你们兄妹俩在这干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不是兄妹俩。What? 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亲兄妹。So, 你们不是亲兄妹，那小生哥是我情敌了。你觉得你有资格吗？小生哥，啊不对，叶先生，你有什么权利说我没有资格？孟辰，我们三个能好好谈谈吗？还有什么没拿的吗？没有了，哥。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哥？那我叫你什么？叫小生，我还是喜欢叫你哥。好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都爱听。两位，我还在这活着呢。哥，你刚去干嘛了？我去洗了个澡。哦。那个，哥，我出去一趟。
出去。嗯，我出去散散步，有点闷得慌。啊。曹伯，曹伯，小姐，曹伯，您这次怎么过了这么久才联系我？我都担心死了。上次一别之后啊，一直有人跟踪我，我只得到异乡去躲避，把那些人都甩掉之后，我才一个人摸回来。来，坐吧。曹伯，嗯，我已经找到当年杀害我父母的组织了。组织，嗯，是一个叫血祭堂的杀手组织。杀手组织为什么要灭口林家满门？我也还在调查，现在还在追踪你的人也是他们的人。他们还说，当年指使他们杀害林家的雇主就是你。啊？什么？不是，小姐，你知道我这个人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曹伯，我自然是了解您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清当年的真相的。看来是最近我常被人跟踪，有些紧张了。无论你有什么秘密，我都会尊重你，我会一直默默地保护着你，直到你有一天告诉我。这一片民宅区路窄人杂，虽好隐蔽，但难逃脱。我必须给曹伯规划出一条逃生的路线图。从这条路出来有四条分支，加上店铺林里，逃生的选择就会有很多。看来我的师父哥哥教的东西还挺管用啊。不对，巷口通道没有退路，易守难攻，是死路啊。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哥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在对一对布行的账目。一直都在对账本？对啊，一直在对账本。
从来都没有出过门。没有出过门，怎么了？阴谋锁定，注定今生追远。若没有你，时光斑白如夜，心若搁浅。破茧成蝶，纵然割裂，心不变。命运纠缠，爱恨纷乱。心若惆怅，想你就要看月阑珊。爱若心。